旅程中摘过的花，你还记得它绽放的样子吗？风景里说过的话，是否值得一辈子铭记吗？留恋吗？一路上人和事，感动吗？当风光享受时，海滩上起过的沙，最后依然被潮水都冲走吧。曾结在心上的疤，其实都会随时光消散吧。误会吗？离开总会回来。骄傲吗？摘下的花仍然会盛开，绽放在我们的舞台。每当世界在变幻，这舞台就是你永远。请问于嘉蔚，你为什么会选择《我的舞台》这首歌呢？因为《我的舞台》更多是我想要的那种舞台，我很喜欢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的感觉，哪怕可能只是一个小辅助。我也很喜欢聚光灯打在我身上的感觉，哪怕可能是小角落里的一小份光。我也很喜欢为我打 call 的大家，哪怕可能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那你来到 SH48 一年半的时间，觉得自己有什么成长吗？我其实给自己写了一封信，就是其实来到 SH48 就是我的一段青春旅程。我对自己的就是浅浅的总结了一下，我这一年半的青春里面，就是在我这一年半的青春里呢，做的最坚定且对于我来说最特别的事情，就是来到了 SH48 这个让我梦开始的地方。这里面呢就很像大海，只要我一不努力或者一错失机会，可能就会石沉大海。相比较大家，我可能是起步最慢的那个，但是我同样也有我的优势。正值青春的年纪进来，对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无所知。好比从出生到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懵懂无知到幼学之年，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所以趁着现在，我愿意付出时间来学习，来累积经验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在这水里游得比别人快，比别人好。相信我一定可以的，谁叫我是鱼呢？谐音梗扣钱。可能现在的大家对我没有很多好感，或许也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看看我。饭到就是赚到，我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我，但我希望可以让喜欢我的人和我喜欢的人都能因为我而感到骄傲，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自信和底气。我喜欢你们，喜欢你们聊天陪我整活，所以你们也像我定心丸，让我很安心，也让我离不开你们。我也相信我们付出的努力也终将在某一天会回馈给我们，所以我真的真的很爱你们哟。我的青春呢正在进行中，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在做一件疯狂冒险头脑发热的事，但一定不会是让我后悔的事。那你今年的幸运数字是多少？我其实准备了四个字条，里面都是我喜欢的一些数字，那我的幸运数字就从这里面选取吧。那我混合一下 OK 就发。这个就是我今年的幸运数字98。
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余佳蔚，充实自我，努力沉淀，期待与你分享这里绝无仅有的感动。